大家好，我是顾俊，然后这边呢是你们的小云。今天这个开头呢是我有史以来对我力量最有考验的这么一个开头了，好不好？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呢是两款大疆新品的稳定器，好不好？在我右手边这个看上去比较大比较专业的呢是大疆的这个新品RS2， 然后在我左边呢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点呢是大疆的新品 RSC2。 那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呢，其实老说就是稳定器没有给我们太多的惊喜，基本上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相似的。但我觉得这一次，好不好，这次大疆这两个新品呢是在稳定器里面我觉得是比较有突破意义的这么两款产品了，好吧？那让接下来让我把这两个稳定器放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们分别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好，那你现在看到这两款稳定器呢都是这个工程样机，所以最后你拿到的这个实物有可能会跟这个略有出入啊。然后在这个右边的这个RS2 呢，老说我已经用了有差不多一个月了，就是之前你看到的关于 BMPC 所有的那些移动镜头呢都是我在测试使用这个 RS2 的时候拍摄的。很多人会问我你是如何做到就是手动镜头一边移动一边进行追焦的，那就是上面这个跟焦器完成的，好不好？那这边呢这个 RSC2 呢，老说我才收到只有几天，但是因为它这个非常非常简单直观，所以几天下来呢我对它也算是非常非常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先从这个 RS2 开始讲起。那 RS2 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么一个稳定器，也就是之前的如影 S 的这个更新版本。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最明显的一个改进就是这边这个轴臂呢完全是使用碳纤维的，好不好？就看上去超级高端超级霸气，它比之前的这个如影 S 呢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重量上面的降低。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一个套装版本的，所以它除了这个本身的这个稳定器呢它有这边手机支架，它有这边下面的无线图传，它有上面这个跟焦器。那比较遗憾的是，好不好，这个无线图传我用了差不多有一个月，我觉得蛮好用的，但是在昨天呢我把它弄坏了，好吧？所以今天没有办法展示给大家看这个无线图传，但是相信我，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好用。如果你连到你的手机上以后，就是它几乎没有任何的延迟。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像 BMPC 这样子本身屏幕不能翻转呢，你可以连到手机上以后，通过手机监看，甚至你可以无线的，就是比如我在这边拍，小云在那边看，都是可以实现的，好吧？跟焦器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你可以一边在移动的情况下，一边使用这边的这个波轮呢进行这个变焦跟焦。那我个人觉得，老实说，这个不是我擅长的，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又要移动要看着屏幕要变焦其实是比较难的，但是如果你通过一定练习的话，我相信你会觉得这个比较有用。而我个人呢可能会选择自动对焦会多一点，好吧？那这个上面有一个就是屏幕，这个屏幕绝对是创新，绝对创新。它这个屏幕不但是又大又明亮，而且是触摸屏的，所以你可以在上面进行任何的菜单设置啊，或者是等等等等。那如果你双击这个 M 键的话，它就从普通模式变成了竖拍模式，就超级有意思，有没有？而且它不需要进行任何的调频，你随时把它双击一下它就变成竖拍模式，然后你再双击一下它就变成了正常模式。然后如果你进行三连击的话呢，它就可以变成这个360度这种旋转模式。那老实说这两个模式本身我是不太会常用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平时要用这个的话设置起来都比较麻烦，但是通过这个双击跟三击以后，老实说我的视频里有点过于频繁的出现这个360模式了，好吧？就因为真的是太好用了，你就三击一下它就变成360模式，然后你再
三击一下它就回来。当然了，普通的这个你按一下它变成这个平移跟随、双轴跟随，或者按三下变成这个全域跟随啊什么的，或者是你按住这个变成锁定，这个都跟之前的这个大疆的产品呢是一模一样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展示一下关于这个 RSC2， 好吧？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更小的这个稳定器，尤其是如果你使用比如说 A7S3 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小的机身的话，它搭配起来其实非常非常的轻。那不要看它体积小小的，其实如果你搭配的是比如说松下 SEH 这样的大型的微单呢，搭配2470它都可以使用，所以空间还是蛮大，承重还是蛮大的。操控方面呢，基本上跟 RS2 是一样的，就比如说你双击可以竖拍，三击的话它就变成这种360模式。屏幕方面，它虽然不像是 RS2 的这个屏幕那么大，是触摸的，但是它显示的东西就是也是蛮方便的，而且在这边呢，使用这个波轮操作起来，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简单。总体来说，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是个基础版的，如果你需要比如说跟焦啊、图传啊，它也有这个套装版的供你选择。那另外一个顺便提一下，就是第一次打开这个 RSC2 的时候呢，我有点震惊到的一个点就是它是有一个这个折叠功能的，好吧，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它是可以这样子折叠起来的，就你如果拿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这个形态的，所以就携带起来会非常方便。同时呢，如果你拍摄的时候需要折叠这样拍摄的话，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角度选择。哎，我现在有点乱啊。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 RSC2 呢，如果你使用的是微单啊，搭配一些不是太过于夸张的自动对焦镜头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用。好，那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大疆的这两款新的稳定机都非常的创新，非常的有意思。那在这边呢，这个看上去很大很专业的这个 RS2 呢，其实重量仅有 1.3 公斤，就由此可见这个碳纤维的这个轴臂呢，对这个减轻重量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真的，老说不装相机的时候，你感觉它真的超级轻的。而我个人呢，也非常喜欢这个上面这个触摸屏，这个触摸屏真的又大又方便，然后你基本上所有要显示的内容都可以清楚的显示在这个上面，非常非常方便。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更方便的就是这上面一个双快装版的这个设计，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因为我老说我拍摄的时候，我并不是每个镜头都用稳定器，我经常会要把它们拿下来。那双快装版的这个设计确保了你可以非常方便的把它拿下来，然后装上去的时候不需要重新进行调频，一装上去就可以正常使用。电池还支持快充，哪怕12个小时的续航你还不能满足的话，它可以进行非常方便的进行快充。总体来说，这个 RS2 呢，对专业人士来说实在太方便了。那我之后呢，肯定会拿这个经常搭配我的佳能 C70 进行使用。但是如果你不需要一个这么专业这么贵的这个稳定器的话，我觉得 RSC2 呢完全可以成为你的选择，因为它搭配所有的微单，不管是佳能 EOS R5 或者索尼 A7S3， 甚至松下 SEH 呢，都可以使用。我觉得就是以这个大小跟这个重量来说呢，我觉得使用起来真的蛮方便，而且它还可以折叠，所以就如果你放在包里的话，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而它要有的功能呢，基本上应有尽有，包括上面屏幕，虽然它不是触摸的，但是能把所有你需要的内容呢都显示在上面，好吧？这个就是今天视频内容了。感谢今天的小云陪我们一直在这里晒太阳，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他的微博、他的 B 站、他的小红书，以及不停在打游戏直播的这个 B 站，好吧？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啦，拜拜。